糖糖，今天出来玩开不开心啊？开心。等一下还想去哪里逛一下？等一下我们去逛双子桥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好看，那个好不好看？好看啦、啊，但我觉得你更好看，戴上这个花真好看。家人们，我看到这里有一个许愿的地方，所以买一个牌子。然后是我跟大宝写的，我们两个现在挂上去。糖糖，其实我也写了个牌子。是吗？对呀、啊。是这个吗？不是啊。你先走开，让我挂上去，我和欧阳挂上去。你给我看看嘛。不行，你先走吧，你先过去吧。欧阳，你来帮我。来。嗯。大宝，你刚才到底挂了什么？写了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不跟我说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糖糖，给我你的手。你看一下这个迪亚的戒指，这个是我用身份证去买的，这个迪亚代表着一生只能爱一个人，所以说我买了这个戒指以后的话就不能换其他的女孩子了啊、等我以后赚到更多钱了，然后我就会给你这个戒指一直一直的升级，升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钻石，好不好？怎么升级啊？就是把这个戒指换一个更大的一个钻石啊，换个十克拉的，好不好？别做梦了。这不是梦，我会努力让它实现的。没关系，有没有都没关系，让两个人开开心心的就好。嗯，好。家人们，大宝给我买了气球。应该没，里面有一朵花，好不好看？太好看了，糖糖，人比花还美，太漂亮了。糖糖真漂亮哦。